主播出身的艺人侯佩岑拥有气质外形加上清晰口条，让他一踏入演艺圈就备受瞩目。日前他为杂志拍摄了一组照片，罕见的以短发造型现身，发尾下半部做了挑染，让整体造型多了率性以及帅气的氛围。至于妆容的部分，则刻意拿掉眼线、假睫毛等修饰，比平时的形象更清淡自然。粉丝们纷纷大赞他看起来好青春，也有不少人认为他造型撞脸的韩星泫雅，相似度超级高呢。因为过去他都是以长发示人，这次久违的换上短发造型，让他不禁想起青涩的回忆，笑称自己记忆中好像只有初一那年和一开始当英文新闻主播时有剪过这么短的头发，更透露自己是因为偶像刘德华说过喜欢长头发的女生，所以才一直蓄长发呢。